袜子盖了，收起来，把这个袜子晒在这个春芽上，味道可能不一样嘞。在家里春芽吃啊，等它长大一点再吃吧。昨天晚上半夜晒盖的时候，我有个男性朋友，他吃的火鸡面，然后他就发给我，他说来吃啊，来吃啊。我说大半夜我去哪里搞火鸡面吃？然后今天想着天一亮，就去买了个火鸡面回来，因为我们这个里只有这种火鸡面买，只有这种卖，也没有别的，所以就买了这个回来。这个是这不这种咱也不晓得，试一下吧。还有买了一包的辣条。好久没吃辣条了，想尝试一下。这个辣条是2.5元，一包2.5元。先把水烧开，就吃一包得了，今天心情也不好，吃不下。这个也写着韩文。这是谁搞不懂，这是哪里采的，我看一下，河北的，河北的，不是咱们中国吗？不是应该是中文吗？看一下怎么搞，煮4分钟，现在30秒了，31 38 39 40 50 58 59，1分钟了，还有3分钟，59 4分钟，好，时间到，1秒不过，把乘出来。哇，就这么点，一包也太少了吧，这为什么比这个多呀，何况是喂我这条猪呢。他说根据自己的口味适量加，我全加了，我的口味就是要全加。辣椒还是足的，面少，但是辣椒还是可以的。量少不可怕，我还有辣条。我去买辣条的是最便宜的，几根呀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根2.5元。2毛钱一根，2毛多一点点一根。感觉可能心情不满意吧，吃啥都没胃口。再尝一下。是不是大姨妈要来了？吃啥的不好吃怎么办？喝点水吧。这水池太脏了，要给洗一下，每年清洗个几次。天冷的话不好清洗，就天热也才能清洗。水虽然是山上流下来的，太脏，脏水舀出来可以浇花，因为浇我这个菜。